球之后了，先来个内角的一个单节曲球，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没有拦截下来，穿了过去，后垒双跑绕过三垒回来得分，一垒双跑者这时候绕过二垒，绕过三垒要回来，打进了黄世豪，这时候绕过二垒停下来，黄世豪说：“我完全打金牌啦！”而且，哇！棒把垒上的跑者全部清回来，也使得兄弟相对这时候添得2-1的超前。哇，这个球真的也太会打了，刚好就是标准的卡波兵啊！黄一次一开始也没有守得比较靠近线边，对，正常的守备位置，所以秀瓜卡波兵啊，来不及。被拉到三垒方向，就沿着这个垒线附近了。事实上，三垒手是扑过去了，但是。